位在南台湾的古城台南市，虽然不是台湾的第一大城，却是台湾古迹数量最多的县市。从荷兰据台时期就建立的赤坎楼、安平古堡，到全台湾第一座孔庙、古色古香的大天后宫、4.5庙，以至到日据时期所留下的各种古迹，有着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特色建筑，加上丰富的人文风貌，是台湾最具魅力的古迹城市，值得大家前往探访。荷兰人据台时期在赤坎地方建了一座具有防卫功能的普罗民遮城，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赤坎楼。到了明郑时期，郑成功登台赶走荷兰人，进驻普罗民遮城，设置承天府于赤坎楼。后因郑成功迁移到安平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被当成放置军火库使用，一直到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为止。清朝时，民众在普罗民遮城旁建筑了一座大饰殿，贺氏城堡旁首次出现了中国清式楼阁建筑。后来日军进驻台湾，将赤坎楼改为陆军卫戍医院。到了1935年，赤坎楼被指定为重要史迹。台湾光复之后，经历数次的整修，将原有的木造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将主要入口由西改为南向，在民国71年被列为国家的一级古迹。在现在赤坎楼旁有一整列的玉龟碑，这个是在清乾隆年间，因为林爽文事件，在平定之后，乾隆赞赏写了5篇诗文来纪念此事。同时以满汉文刻制于石碑，这个就是玉龟碑。赤坎楼的玉龟碑是全国最壮观也最具特色的石碑群。一级古迹五妃庙是明末宁靖王朱树桂从死之姬妾袁氏、王氏、圣妾秀姑、梅姐、何姐等五人合葬之处。明永历37年六月间，清大军破澎湖，郑克爽投降，宁靖王见大势已去，决心殉国。其五位姬妾深明大义，宁愿全节，相继自缢于中堂。隔日，宁靖王将五妃的灵柩安葬在南门城外魁斗山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五妃庙址。之后，宁靖王也随着自缢。从此，宁靖王与五妃先后殉节之后，台湾同胞就在墓前建庙祭拜，而宁靖王墓则在高雄县湖内乡湖内村。清乾隆年间因为庙宇荒颓，随即整修，并立碑曰“宁靖王从死五妃墓”。清乾隆16年重修，将其称五妃墓。五妃庙最大特色是，它是一座木庙合一的阴庙，墓冢与庙宇紧密相连，它的建筑属于单殿式，但是殿前还有拜亭，而且庙门位在拜亭下方内侧，使门两旁的墙微微的外斜，形成八字墙，与一般单殿加拜亭之庙宇大不相同。两侧还有厢房，与正身之间夹有天井，与其他古迹相比，
五妃庙的造型简洁，小巧玲珑，色彩端重。其周遭庭园宽阔，古树浓荫，草木扶疏，让人流连。古时候称为安平大炮台或二坤山炮台的义载金城，是为了对抗因为牡丹社事件而犯台的日本军队。西元1874年，沈葆桢先抵安平，认为应该建立大炮台以保卫府城。因此西元1876年，由法国工程师所设计完成的全台第一座西式炮台终于完成，也是全台第一座配备英国阿姆斯壮大炮的炮台。台湾的海防军事也因此而迈向近代化的一大步。炮台后来遭受毁损，曾经一度荒废，后来因为被列为府城名胜之一而加以保存。台湾光复之后，大规模整修二坤山炮台，形式和材质上已经多有改变，但是整修之后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规模。整座古堡在建筑形制上，义载金城属于西洋冷堡式的方形炮台，四角突出，中央内凹，环绕炮台并有护城壕。炮台上分置大小炮，城堡中央则为操练场，形制完善，规模宏大，加上炮台威力强大，义载金城可以说是台湾南北炮台中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如今已经列为一级古迹的义载金城，外围城高约2公尺，城环四周有护城河，林木茂密，由红砖砌成的圆拱城门则高5公尺。穿过圆拱门，城内所见是绿草如荫，平坦宽阔，并且有沈葆桢的纪念铜像以及仿制的鼓炮，而城环极嵌，非常完整，古趣盎然，极具观光价值。安平古堡就是西元1624年荷兰人所创建，分为内城及外城两部分，称为热兰遮城或是台湾城。而安平古堡之名则是在台湾光复之后才证明的。郑成功赴台后置藩墓于此，所以又称为王城，是过去台湾施政重心以及对外贸易的总枢纽。现今留有的瞭望台及安平古堡古迹纪念馆，分别由日据时代所建的。真的荷兰遗迹，仅存北侧平台下的2处内城残基，以及马路边原为外城城墙的砖墙，以供凭吊。安平古堡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一级古迹。台湾首学台南孔子庙始建于明永历19年，西元1665年，
是台湾第一座孔庙。在清末之前，一直都是台湾最高学府，也是全台文教中心。庙内有碑记、礼乐器、清代朱棣御笔题匾，据属珍贵史料。孔庙的格局包含有大成殿、文昌阁、宁文堂以及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神位等。原还包括对面路上的办公石方，那才是古时孔庙真正的入口。因为开辟南门路被隔开而渐被世人所遗忘。整个庭前古木参天，亦增肃穆古雅之气势。庭边的半月形水池是与先前所提的办公相呼应的半池，为台湾最具历史之孔庙。意载金城，俗称安平大炮台，而临近安平古堡的炮台则称为安平小炮台。在鸦片战争时期，为了防御英军攻击而建的炮垒，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是目前保存的中国旧式炮台中最完整的代表作。现今的炮台外貌是民国83年由市政府添造修建。虽然昔日周围的沧海已成，马路、房屋、渔翁，但观今一往，安平小炮台昔日的威风仍然在台南人的心目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台湾府城大东门是清雍正元年所创始的，由木栅围城，到了清乾隆元年才开始用花岗石砌成，并建楼在上面。东向为东安，西向则迎春门。城楼曾在民国49年因为暴风侵袭而倾倒，到了民国14年就在原有城基上重建城门，以恢复旧观。大东门为目前台南残存的两座主城门，很具历史价值。城门的右方还有个俗称大碑林的南门碑林，共陈列有60多座清代的碑业，数量之多为全台之冠。位在安平区内的德记洋行是西元1845年由一位苏格兰籍的商贾在福建厦门所创立的，当时称为英商德记洋行。德记洋行初期主要是采购中国茶叶等土产回销英国，之后陆续在福州、上海、天津设立分公司，从欧洲引进煤油、英国毛线等舶来品在当地贩售。清咸丰8年，中英中法签订《天津条约》，增开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德记洋行就在西元1865年在台南安平增设驻台分公司，从事台湾茶叶、蔗糖、樟脑外销。当时安平淡水外商云集，洋行林立，除了德记洋行之外，还有英商怡记和记洋行，以及德商东兴洋行、美商来记洋行，合称安平五大洋行。东兴洋行和德记洋行同为目前台南仅存的两栋洋行建筑。东兴洋行的历史，清咸丰10年台湾开放4口通商以来，德商因为觊觎台湾山区蕴藏的丰富樟脑资源，先后在高雄、淡水、大稻埕和安平等地设立了7家洋行，建于光绪年间的东兴洋行便是其中之一。主要经营樟脑糖的出口贸易，并代理轮船的运输业务。
日治时期因为专卖制度的实施以及港口逐渐淤浅，东兴洋行难以维续而关闭。安平乡土馆又名海山馆，是民国74年规划安平乡土馆，陈列具代表性的安平风物。乡土馆于是成为安平文化与生活面貌的缩影，馆内展示安平乡土资料、安平艺术家与民间艺人作品，并陈设许多民间辟邪物，像是风师爷八卦牌、符咒令旗等。南昆生代天府创建于明永历16年，在清嘉庆年间，因为河流湍急、山洪爆发，以至于南昆生鱼常受到山港海潮冲击，日渐的充实。在嘉庆22年，武王显灵，则地于康郎山虎峰，也就是南昆生代天府的限制，历时5年完工，这是第二次建庙。地方对于嘉庆年普地建庙流传一段与伊那公争地的斗法事件。民国12年，由代天府自嘉庆年迁建到民国初已经历100年。檐瓦剥落，践行情匹，庙之执事蔡放、陈顺治等倡议修建，到了民国26年完工。代天府主祀神明五府千岁以及万善堂伊那公，每年祭典最为隆重的是其供奉五位千岁和万善爷的圣诞日，各神生日庙方都会举行隆重的祝寿大典，一切祭仪都是依循道教的礼式。嘉里镇最古老的寺庙金堂殿，因为拥有名师何金龙的简年以及举行3年1颗的消龙香而闻名全台。金堂殿原名代天府，建于清康熙37年，庙中最早是供奉来自唐山的开基神、萧王爷及观世音菩萨。代天府在完工之后，向归仁乡大仁庙祈请香火回来奉祀，供奉朱、雷、殷3位王爷。乾隆53年，西元1788年，受朝廷述封为金堂殿。咸丰5年，西元1855年重建时，聘请名师叶王主持。民国17年，再聘名师何金龙重修。重修之后的叶王交趾陶全数被更换为简年。金堂殿格局为3开间3进形式，护龙正面做西洋式牌楼，三川殿屋脊属于潮州风格，其特色在燕尾间倒钩做卷螺，屋脊及龟带线脚繁复，背身曲度和缓，整体建筑构造属于传统式木结构以及承重砖墙组合。位在台南关子岭的大仙寺，是清初福建高僧参彻禅师在康熙年间所创建的，初创时只是一间草庵，第二代住持鹤林禅师在乾隆年间募得600元建造佛殿，寺名取为大仙岩，俗称旧岩。大
仙寺分为正殿、观音宝殿和三宝殿，分别侍奉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及三宝佛。殿内大柱都是朱红底绘，保存名师潘丽水及李汉卿的彩绘。建筑群整体格局展现佛教建筑的特色。位在台南嘉里镇的振兴宫，主祀清水祖师。庙中除了交趾陶是名师夜王的作品之外，正殿中的神龛、龙柱、斗拱等也都是不可错过的精品，值得您细细来欣赏。当然，三川殿石狮与门枕石、牌楼面石垛两侧壁堵都是值得欣赏。振兴宫木雕多为陈仁水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在三川殿及拜亭上、寿梁上一斗三升狮座雕刻、孔雀雕刻，姿态优雅。拜亭与主殿间的憨帆扛大山作品，两尊面貌相异，与三川殿西头夜王交趾陶憨帆扛尿角作品相辉映。透雕即替的起凸花鸟雕工相当精巧，而振兴宫彩绘、门神、壁画彩绘都是出自府城名师蔡草如先生的作品。以砖木石混合建造的慈济宫，除了外观是宫殿式建筑之外，庙中处处可见到名师之作。慈济宫为台湾主祀保生大帝的开基祖庙，每年农历三月十一日都会举行一场结合宗教与民俗活动的上白礁夜祖祭典。慈济宫拥有许多珍贵国宝级的文物，包括了石雕、何金龙所作的简年、庙壁、屋檐、清末名将夜王的交趾陶烧、名画师潘丽水所作门神画作，宫内还有珍贵石碑，清乾隆九年所立的慈济宫圆叶碑志，民国十八年严格碑志石碑，在宫前耸立两只全国最雄伟的旗杆，同时也珍藏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各代匾额柱联，目前已经列为国家三级古迹。主祀妈祖的庆安宫位在善化中心，建庙起源相传到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台南县三大妈祖庙之一。目前建物大多为清嘉庆到同治年间所作。庆安宫的拜亭、藻井、正殿大木构都是民国三十四年到三十八年间聘请大陆师傅来台所创作。壁画则出自台南府城已故名画师冯春元之手，相当具有艺术价值。西元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荷兰据台时期，布尔克济为第五任的太守，曾在此地开设荷语教习所，传授荷语，并掘荷兰井供水饮用，现可在庙牌楼前留有荷兰井之遗迹，可资佐证。庆安宫是一座三落三间起的庙宇，现仍保有传统砖木构造为三川拜亭正殿及过水廊，目前大部分构造仍为同治元年遗构，石构造则部分为嘉庆年间遗构，其他部分的构造则是民国三十八年重修所作。三川殿的木构造雕饰极为优美，大门两侧做木雕窗，拜亭跨距极大，做四方转八角形的藻井。正
正殿内侧做三通五瓜式洞架，神龛面雕饰精致，屋面现为琉璃瓦，玻璃剪黏比例造型相当优雅，文物与古迹是庆安宫的特色。从莲柱到三川殿上匾额，都是癸丑建交时的贺匾。而古文物中的圣旨牌，其上以正楷雕刻着“皇帝万岁万万岁”七字，加上散至殿内廊间的古柱、朱石条等，古意盎然，让人有股思古情怀的感触呢。